到婷慧的 channel。 今集呢我們終於請到 Lauren 出鏡啦，是啦，那乘回 Lauren 那個 channel 上集啦，這裡就是這個下集來的，沒錯啦，我的化妝化到一半啦，其實呢我已經其實是不是看不出呢都不覺得她化妝呢，我是不奇怪的，不奇怪的，你看上集就知道什麼事了。我是有化妝的，我是有打底的，雖然不覺得，還有佢係有教到我發眼影嘅，係啦，好啦，咁我哋繼續翻我嘅妝先。啱啱講到話我哋，你個眼影化完啦，叫做係啊，完完咯，有顏色噶啦。Okay. 用翻呢個光喺眼角。這個叫眉底，唔係叫眼角。我覺得化眼是 OK 的，沒問題的，但是問題是什麼呢？因為這些 matte tone 的顏色呢，你用手指擦呢，你多多少少呢都有些不勻勻的，加上你又沒有化妝水啦，我也都知道你不打算添置化妝水的，沒錯，所以我建議你，真的了解我我建議你呢，其實最好呢就加一些呢帶珠光顏色的 eyeshadow。 為什麼呢？珠光呢你擦用手指推呢，第一啦它會更加貼啦，還有呢你出錯的位置它會沒那麼容易發現的，那我會建議這樣嘟嘟嘟嘟嘟，那放回這個位置啦，指尖的位置，對了，閉上眼睛，那我們在個眼皮那裡啦，下了之後呢一樣這樣推推推，你可以呢落咗個 matte 身先，然後用一個帶珠光嘅眼影啦。咁樣推。我即係 on top 加。係 on top 加。嗯。跟住用一隻乾淨嘅手指，再將個邊位推一推。嗱，你望一望，你見面都滑淨好多啊。同埋出啲咯，呢邊即刻有立體感。係啦，立體感啲。望落係會出啲嘅。我隻右眼。係啊，同埋你嗰個啲邊位咧，唔會覺得咁污糟。我平時唔化就係呢個原因，因為我唔識化。所以咧，如果用習慣用手指化妝嘅話咧，我會建議有一啲類似咁嘅珠光眼影。咁因為呢啲珠光眼影咧，佢個珠光唔係好明顯啊，好濕塗嘅啫，即係好去比較溫和，比較係啦，細粒啲嘅，咁所以上到眼皮咧，佢唔會令到你個眼腫，但係亦都會令到你個眼皮嗰個感覺會透明啲啦，同埋咧，佢嗰個邊位啊，出錯邊位啊，係會少啲嘅。明白。偏長同細嘅眼型啦，咁其實咧，你要掃少少嘅下眼影咧，咁個妝感會靚好多嘅。係啦，我知道呢個係高難度嘅動作嚟嘅，對於你嚟講。大家知道內傷咧？基本上一抹大眼咧就會食曬所有眼線眼影嘅，係啊，所以呢個方法係幾好幾聰明，其實唔係聰明，係應該要咁做，因為通常我哋化眼妝唔會有人想特登化細噶嘛，都係想化大噶嘛。我覺得婷慧佢本身個眼型其實靚，雖然佢係長同埋係偏向單嘅，但係佢個眼型其實喺佢個五官嚟講係屬於靚。所以我哋係 base on 佢個條件咧，係啦，咁去做嘅。你係認證㗎啦，係好標準一個亞洲嘅面孔啦。咁同埋佢會望落去個五官都係舒服嘅。咁所以啲品牌都好中意揾佢，就用手指尾攞顏色，都係攞喺個指頭度啦。好，向上望，你試下攞個鏡望望下我做乜嘢。要向上望啊！向上望，我即刻協調唔到。好，係你幫我投我先。OK， 我要咦？得唔得？見唔見到 ？OK， 係啦，擺喺度尾，由尾開始。哦，眼尾掃出嚟。OK， 掃曬成個都唔使驚嘅，唔使驚話驚。哇，好勁喎！好似因為珠光色。係啦，因為咧，其實佢珠光啦，同埋偏透明啦。其實你一路推咧，你見唔見到佢嗰個漸層咧？其實好自然，好靚。Okay. 你覺得你 handle 到？我覺得我可以試一下，即刻信心試一下到嗱手指尖，手指尖呢個位係啦，手指尖跟住之後咧就少少係啦，我手指比較大隻，我唔信你大得過我咯。好，跟住之後係啦，喺眼尾掃過去。哦，係喎，真係好易 handle 喎。
我都畫到，我覺得大家都冇問題㗎。大家都冇問題。呢一類型嘅眼影咧，最適合就係啲新手，唔識化妝、唔識用化妝水嘅朋友，係啦。好好，你散皮咧，你就可以用翻第四隻手指，咁個範圍大啲。同埋咧，你記住咧，你係打咗依個底先，用依一個喺根部打咗底先，依個最深色。嗯，最深色。然後先再 on top 個珠光。OK。咁咧，你個層次就會靚好多噶啦。講起介紹朋友，我有個慘痛嘅經歷。咁話説我做嘢嘅前幾日啦，我去咗做 facial 啦。跟住係即係支持朋友嘅啫。我要拍嘢嗰日咧，我就皮膚敏感啦。編輯咧係同佢阿姐就介紹話啊，呢個 model 皮膚都 OK， 我可以揾佢喎。我已經同公司報備咗皮膚敏感啦，但係都要頂硬上都冇辦法。跟住去到個阿姐就鬧嗰個 editor， 點解你會揾佢㗎？皮膚咁差，會令到我好有陰影。千祈唔好做 facial， 尤其是你平時冇做開嘅時候。真係唔好，即係如果你平時冇做開嘅，冇做開千祈唔好做。講開冇做開唔好做呢單嘢咧，我都有啲真係令到我好勞氣嘅。咁就係嗰日拍廣告添啦。咁廣告嗰個 model 咧，前一日去墊依個眼睫毛，但係咧佢仲要係揾啲好平啊，佢又未試過嘅地方去做啦。佢啲眼睫毛係墊到 set 型啊！setting， 你明唔明咩叫 setting？ 我會想，佢電窿咗咁樣，啜啜啜咁樣，即係同我啲頭髮一樣咁樣啜啜咁樣嗰啲啦。你知唔知阿攝影師個鏡頭一懟埋佢嘅時候，佢話：哇，你搞搞睫毛喎？我搞唔到，我冇得夾直佢嗰啲睫毛。我想拉直佢都拉唔到，係咁樣條條都係咁樣，即係一炒曬咁樣咯。所以嗰下就會個樣係你個資產嚟噶，近年啦遇到嗰啲問題就係前一日去整條眉啦，整眼線啦，整睫毛啦，即係你啲傷口嘅嘢咧，我哋化妝師好難搞。入行之前咧，佢都有同你講過話，你塊面最好就基本上唔好整任何嘢，包括係你啲妝，即係紋眼線啊、眉啊，甚至係額角嗰啲線，全部都唔整。雜誌又好，廣告又好，佢哋係真係要求你素顏，係真係乜都冇嘅。係啊，同埋咧，你整完係，就算技術幾高超都好啦，你喺個咁高清嘅鏡頭面前咧，你整嗰啲痕跡全部見到曬，能夠改造嘅範圍都好窄下。如果你真係要入行做 model 啊，even 我覺得演員都係啦，唔應該做呢啲嘢。隨著個唔同嘅戲會有啲唔同嘅妝啊、改變啊、眉啊嗰啲啦。你整條韓式眉落去，咁你要拍古裝，我點同你搞咧？係咪？雖然我冇做，我冇做電視劇嗰啲啊。呢位同學啊，是即雖然咧，我明白你皮膚好靚啦，其實真係即因為婷慧啲皮膚真係好靚，係唔需要點落粉底都得嘅。謝謝。咁但係咧都仲有改善嘅空間嘅。經過歲月嘅摧殘。同我當初認識你嗰陣都即有啲嘅分別啦，唔多嘅唔多嘅。本身用嗰個 base 係冇顏色嘅嘛，透明。其實你依個係愛嚟啵啲毛孔嘅啫，即係令到啲毛孔冇咁明顯嘅啫。哦，唔該，我搽完就咁好似好封閉嘅感覺咧。我平時最多就係會搽防曬嘅，即係就做到呢步就完㗎啦，唔會再化妝。哦，會畫眉咯，因為畫咗條眉就已經好精神，都唔使再搞其他嘢咯。係啊，靚女啊嘛。唔係，大家要明白做媽咪咧係。你連洗澡的時間都沒有的時候，你根本就不會搞那麼多事，有時間你會寧願去睡覺，對不對？是，所以呢，我這次呢都帶了一些快靚正的方法的東西給你。對於你的皮膚來說，最重要不是修飾毛孔，最重要是保濕。幸好我們又有接到一些工作，又一起做事。他的皮膚呢是沙漠這樣摸下去，沙漠的是 Makeup Forever 的Hydro Booster 啦，咁係一個保濕的 primer 嚟嘅。對於你嚟講，真係保濕最緊要，擠喺手度，然後啪啪啪上面。好得意嘅呢隻色。啊，其實咧佢有咁嘅色啦，但係其實佢係透明嘅，唔需要做咩嘅，你就咁擺上面得噶啦。可以直接有妝上㗎。其實對於我嚟講，你嗰啲唔係叫妝，你嗰啲叫求其擺啲嘢上去咯。嗯，係啊。
即係其實正常咧，係應該係打底嘅時候就要。即係 skin care 之後咯，係啊。嗯 ，OK。咦，好似呢邊靚啲喎，係咪啱啱即刻擦完？係啦，靚啲。咁第一咧，佢保濕啦。咁、對於你嚟講，保濕係最緊要。一保濕完之後咧，你依啲位咧全部會漲翻啲，即係叫做蓬翻啲。係啦，係啦。因為始終經過歲月的痕跡咧，咁你最緊要令到你的皮膚保濕咧，你的皮膚就會漲翻出嚟嘅。咁嗱，你其實你而家見到咧，你一漲咧，你個人咧係已經精神好多嘅，後生啲添。係啦，會後生啲喎，後好緊要啊！各位補水啊，提亮啊，咁嘅問題。好，跟住我要搽 mascara。好。咁咧 ，mascara 咧通常咪會好多嘅個頭，我就會抹走佢嘅。係，你唔會喺度刮佢嘅。不會啊，因為咁我覺得個樽好污糟。哦。所以我寧願直接抹走佢。其實抹走佢啱都得嘅。只不過比較曬咯，你知 mascara 就好快乾曬咯。哦，唔緊要啦，我少用。呢支嘢我都唔知道開咗幾耐嘅。咦？因為我真係做嘢先化妝嘅。十年先用一次嗰啲啊？係啦，十年先用一次可以咁講。我諗我用咗冇五次咯，但係我已經開咗。我都有兩三年嘅啦，OK， 應該都夠期要抌嘅。眼睫毛膏嘅話，半年。啲女士們好中意買嗰啲唇膏，係咪都擺嘅啫嘛？即係好似同儲車一樣，唔係同男仔儲 figure 一樣啫嘛。我哋中意我哋中意曬唇膏。哇！如果 mascara 你真係擺兩三年咧，其實係一個好高風險，令到你個眼會出事的問題所在嚟嘅。大家唔好學我。係啦，發炎啦、眼瘡啦依啲嘢啦，咁所以記住，如果你個 mascara 嚟講咧，其實頂籠半年至，我覺得最盡可能都係九個月或者真係最盡啦一年，就好悶啦。OK， 係啦，咁同埋咧 mascara 如果你揩到眼皮膚嘅時候咧。唔好即刻捽，唔好即刻捽。好似我咁就一捽咧，就會因為佢仲係濕潤嘅狀態，捽咧佢就捽花曬嘅。你等佢乾咗咧，佢會瓊咗變一塊嘢。咁你咧就到時揾支 Q-tips 咧，一撩咧佢就甩嘅。我已經不幸地捽咗，咁點算咧？我由佢咯。mascara 冇咁容易 hide 到咧。首先，你將個下巴提起。係。嗱，係啦，咁樣。呢、這個角度好咁容易 hide 到啦，你有個 angle， 你有個角度俾佢咧，你咁樣一定 hide 到。好啦，大家見我揸手就知我真係唔欠化妝。嗯，我已經 hide 到好多，加埋個嘴，唔記得畫嘴。除咗眉之外咧，畫嘴係睇落精神好多。咁呢度睇得上眼得㗎。其實都係少少印開啊，或者你想去再自然啲啊，就用手指推咯。推翻落個唇度咯，因為近期流行的嘴唇咧，唔會再係好實的的一個唇形啊嘛，咁會比較自然啲啦。咁你可以咁樣推開佢啊，印開佢都 OK， 尤其是啲邊位咧印翻鬆啲會靚啲，係啦，好。搽完個 primer 之後咧，我會建議可能加一個呢啲 highlighter。類似遮瑕。係啦，但係其實佢遮瑕度唔高嘅，佢純粹一個提亮嘅作用。如果再白淨啲咧，就會揀粉紅色，帶粉紅色。但係如果個膚色唔算太白淨咧，帶黃色咧，佢亦都做到提亮嘅功能嘅。搽完 primer 之後咧，我哋純粹喺依啲位置度，少少嘅啫，唔使太多。係啦，跟住咧，我哋就用個泡泡。係啦 ，blend 翻去，邊印邊拖嘅。因為你本身你唔使遮瑕嘛，所以你可以入邊印邊拖，令佢再更加薄。尤其是你太乾嘅話咧，你個皮膚會好容易有更加敏感啊。係啦，你見唔見到搽咗個之後咧，依、這個位白淨咗之後咧，你個皮膚自然有個陰影位出嚟啊。我都覺唔使再打。係啊，你唔使再打啦，已經自然有個陰影位。係啊，其實好揸少少嘅啫，個分量唔使多。跟住咧，你可以喺依啲額頭位啦，一個位啦，加落個鼻度少少啦。咁其實你個 pop 你依啲好快嘅啫嘛，就咁推開佢。
即係冇特別難度噶嘛。如果用翻我啱啱嗰盒修容嗰個餅咧，可唔可以用一個瓦色去做中間？嗯，唔得。點解唔得咧？因為你皮膚乾。嗯哦、皮膚乾嘅人咧，最緊要咧係要光澤。冇光澤咧，咁個皮膚望落就唔靚嘅。明白。可以揾啲水潤啲嘅產品。係啦。咁你咁樣其實你打依一個位依、這個位，咁你其實你個妝感咧已經即刻唔同咗噶啦，即刻靚好多噶啦，係啦，依個 pop 好緊要嘅，即所以我好建議你買一啲咁嘅 pop 啦。咁你可以用一啲呢啲胭脂，高狀啦，印咁樣啦。咁然後我哋印喺我會印咗喺手度先嘅，因為第一驚太多，係啦。咁然後好攞塊鏡望一望，咁嗱你依、这個依一、这個咧係你個頸骨嘅最高位置啦。咁我哋咧壓胭脂咧就係眼珠對落依一個位。唔好過鼻哥，然後依個位向依個頸骨方向去。係啦。即個三角區。係啦。嗱，你咁樣打圈就得㗎。哦。見唔見啊？係啦。咁咧，而家你咪見到好深色嘅，咁我哋咧就用翻乾淨嗰邊，再將啲邊位印一印，又係 bring 翻開佢。係啦，唔使推嘅，就咁印開條邊，係啦，印開條邊，係啦，咁佢就會好自然噶啦。係喎，係啦，即係見到有顏色，但係又唔會一笪喺度。係啦，頭先我見到用手上咧係一笪笪嘅。啊，要問多一個問題就係、是，例如話可能我好似。自己手殘咧，佢擠咗呢啲類似痘痘嘅物體，但係佢已經發炎啊，或者有個痕喺度，應該點樣遮咧？其實咧，入嗰啲你真係用遮瑕膏噶啦。咁你有冇遮瑕膏啊？呢、這個哦，好遮瑕膏。咁如果你已經發炎嘅話咧，哇呢、這個都好耐歷史咁樣嘅。我都唔知幾耐啦，其實我好多呢啲。的化妝品我已經起碼放了三年了，好像有點臭沒有臭的，沒臭的，沒臭的，什麼意思，在這邊的鏡子，為什麼我會覺得它耐呢？因為呢我覺得它好像很乾，它又未至於很水潤，但是又未至於那麼乾的狀態，所以我覺得是因為它的我風乾了，對啊，不如買個盒吧，避免皮膚敏感。其實我應該全部化妝品都要添置過，要添置，唔該。開口嘅狀態，你再把化妝品落去，咁你即係叫佢發炎發得更加厲害嘅啫。咁所以你就最好貼個痘痘貼啦。然後咧，嗱，咁三個顏色裡面咧，你係一定要揀最深色嗰、那個，擺咗上去先，遮咗先。然後咧，你再如果你個膚色係淺過依個顏色咧，你先再調一個啱你個膚色再擺喺面，因為所有暗瘡咧。通常比較深色的嘛，所以我們用一個深色來遮住，然後先再用一個適合自己色的去遮，這樣會遮得靚一點。好，那我基本上今天的妝容已經完成了。有沒有人跟我一樣用了很久都不換化妝品呢？留言告訴我們你多久換一次化妝品，希望這段影片可以幫到不懂得化妝的你啦。記住留言、 subscribe 和 like 我們的 channel，按開旁邊的鐘，下一次有新的 video 會通知你的啦，下次見，拜拜。